哎，妹妹，你给我一个电钻，我学习一下怎么用呢？你教教我呗，怎么用？我也不会，我也不会。你得，他可以。我问他，妹妹，你教我一下电钻怎么用呗？啊，我也不会。哦，他就是你摁他，我现学了一下。你摁他的就可以了。对。好。可以。漂亮 ，Let's go，Next one。